看看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你的好朋友跟多会，你会怎么选？多会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其实没有现场看过他们，都在媒体上看到，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现场看看，比较近距离的互动，这样。什么样的互动？不知道，不会会老不拉拉，对。那你会跟谁讲话？我可能会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看他们在看今年看的时候好嗨，都会炸掉，我都会跟着这样。对，所以我蛮喜欢那种感觉。导演今天看到现场满满的粉丝，自己觉得会觉得很感动吗？有，他们都是一群有买到高雄票。现在稍微大家出来脸都很臭，没买到票吗？没有了，不是没有臭，是因为我很累，我们三个都有坐车，但没有臭，我是还在苏醒的，对啊，就很憋笑哎，拍到一半的时候，没有，看到现场很开心，大家每个人的感情都很好。那最近春风就是那个去参加经典赛，然后跟林湘也蛮多互动。那最近还有一个南韩的拉拉队女神要来了，二择一的话你要选。哦难选的，小孩子才做选，对啊，都喜欢都那会想要去看吗？想要去看你去球场运？其实你会特别会去看。那凯凯，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你的好朋友跟多会，你会怎么选？多会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其实没有现场看过他们。都在媒体上看到，所以希望有机会可以现场看看，比较近距离的互动，这样。什么样的互动？不知道，不会会老不拉拉，对。那你会跟谁讲话？我可能会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看他们在看今年赛的时候好嗨，都会炸掉，都会跟着这样。对，所以我蛮喜欢那种感觉。